还没看够啊！你怎么进来了？我看你这么长时间没出去，怕你生气，突然变卦了，不肯嫁给我了。我进来看看你。别开玩笑了。哎，赶紧把眼睛闭上，让化妆师给你画。 小曼来了吗？还没有。那我再给她打个电话吧。不要催了，我想她一定会来的。她就是不认我啊，也应该认你这个妈。妈嫁人，她怎么样都要来。要不啊，不是不成体统了吗？啊？嗯，好了。终于等到这一天了，圆了我们多年的心愿。 我简直不敢相信，我这辈子还能穿上婚纱。我以为穿个大红衣裳，敲锣打鼓的就完事儿了。乔晨，乔晨啊，如果。 如果我做了让你不高兴的事情，你还会原谅我吗？会的。我认为你做什么事儿都是对的。啊，我们走吧，客人都在外面等着，司仪刚才也一直催我呢。 走一起多不容易啊！你没有资格吃醋吗？啊，再一次把热情的掌声送给我们的新郎和新娘好吗？大家安静啊，安静啊！在座各位可不知道，咱们的新郎官为了追求到新娘子，可是花了整整40年啊，40年啊！我来采访一下新郎官啊，追那么久累不累？ 这位朋友啊，很会开玩笑。其实没那么长时间。我觉得我珍惜的不是追的时间多长，追是年轻人的事儿。我们这些老家伙啊，珍惜的是能在一起，在一起就是缘，在一起就是福啊！哎呀，魏先生说的真是太好了，太有才了。我来问一下现场嘉宾啊。 气氛已经到了，我们就请新郎赶紧把结婚戒指给新娘戴上吧。来，掌声！
真帅气，他的眼睛笑得眯眯。我们大家都祝福你呀、啊，祝福你找到一个好伴侣。我们大家都喜欢你呀、啊，喜欢你们两个人在一起。今天新娘她真美丽，漂亮的姑娘是万人迷。我们大家都来恭喜呀、啊，恭喜你们两个人。我们大家都来恭喜呀、啊，恭喜你们两个人甜蜜。带走。我交代，我认罪。带走。罗队，里面发现一个重伤女子，在哪儿？这边。
公司需要更换总经理。自从那个高原任总经理以来，公司的亏损日益严重，大家的钱包瘪了多少心里都有数。亡羊补牢未为晚也，这种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。另外，我同 HO 风险投资公司又重新联络上了，他们对我们公司仍然很感兴趣。我相信只要他们给我们公司注入资金，朗氏就一定很快的会走出低谷，重振雄风的。下面请各位。朗振松涉嫌一起买凶绑架案，这是逮捕令。不可能，我怎么会做这种事情呢？你们一定是搞错了。你连你自己的侄子都要绑架，臣不知道你怎么这么狠心啊。带走。我自己会走。我爸在楼上吗？在呢，在呢，在楼上。好。大侄子啊，你听我说，你大人有大量，你说他真的不是想害你的，他真的没想害你啊！我给你跪下了，求求你了。扶我手去休息吧。哦，太太，快起来吧，太太。大侄子，大侄子，听我说，他真的没有办法。天了，我陪您出去走走。这个小院里，您曾经跟我说过您的中国企业吗？您还跟我说过，希望我能完成您的梦想。这些我都记得。您放心。现在老师清醒了，我一定会搞好老师。
行。请问您要点餐吗？等会儿吧，我还得等一个人，你先给我杯水好吗？嗯，请稍等。哎，行。先是您的水，谢谢。喂，喂，高原，你看到我了吗？我看到你了，我在这儿呢。哎，小姐，每次见面都是我等你。你快点啊，看我待会儿怎么罚你。好了，我知道了，别生气嘛。哎，不让行车，不让行车。醒醒！快叫救护车！我求你们了，快去叫救护车！高远，对不起，我迟到高原呢，在朗市离不开身。他怎么还在朗市？不是说好我换了骨髓，他就离开朗市吗？现在呢，高原就是朗涛，朗涛也就是高原。他在朗市也不用担惊受怕了，朗市就是他的公司啊。什么跟什么呀？我怎么都听不明白了。你就别操心了，好好养你的身体。姐，我来看你了。来给你带来一样好东西。什么呀？凤爪，你最爱吃的，我排了很长时间的队才买到的。赶紧吃吧，别让护士看见，我给你把风。呀，高原，你怎么说话都跟瑶瑶一个样啊？高原，你们俩来了。先回来，哥哥。那要不然我们就不打扰你们了吧，走吧。哎，我走过去。
你打算一直不告诉你姐啊？现在还不是时候，等她病彻底好了，我再带她去见杨院长。高原，以后你还打算谈恋爱吗？我得回朗市了，那边的麻烦大了。好，如果需要帮忙，记得找我。欢迎你，欢迎欢迎，不是欢迎您，欢迎您，欢迎欢迎您，欢迎欢迎欢迎，你好，你好，白天很好，恭喜你好，你好，恭喜，你好，里边请，里边请，里边请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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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欢迎欢迎，恭喜恭喜啊，你好，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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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好，你好，谢谢，谢谢谢谢谢谢，谢谢谢谢谢谢，谢谢谢谢，你别坐，你别坐。新婚快乐！谢谢。文娟，进去坐吧。不用了。是，请坐一会儿。真的不用了，我就是过来看看你们，希望你们能愉快。以前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，放心，我现在已经有男朋友了。你们看。我结婚的时候，您肯定要来啊！好的，一定一定。那我先走了。哎。高云，那个。怎么，心虚了？连话都说不出来了？还有啊，我这不是婚礼都快开始了，这高云怎么还不来？这大舅哥也太不像话了！哎，姐夫，姐，你对不起，来晚了。你看这车曹操曹操知道不是？我跟你说啊，今天可是你姐的大喜日，你怎么敢迟到？一会儿我告诉你，罚你酒啊！你这么晚才来，这回啊，姐可帮不了你了。听我解释，一定要听我解释。我是给你们准备贺礼去了，所以才来晚。贺礼？什么贺礼？再分之。你小子还跟姐卖关子呢。好了好了，走了，我们先进去送了，走了。
房子，你不是已经卖了吗？我又买回来了，而且我没用朗氏的钱，我用的是我当总经理的薪水买的。是吗？坐下说，坐下说，快。姐，本来呢，我是想买一个再大点的房子给你，可是我觉得这个房子特别有纪念价值。当初我姐夫带我来的时候，我就能看得出，你是按照我的喜好来装修的。记得小时候你跟我说过，特别希望能有一个温馨的家。现在，我是试着按你喜欢的来装饰的，但是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。我喜欢，喜欢。对了，我还有件事要跟姐夫商量一下。有什么事你说。你们可不可以留一个房间来给我？我也想搬过来住。你要跟我们一块儿住？对啊。你这堂堂的朗氏大总经理，怎么能跟我们一块儿住？姐，虽然呢我是个总经理，可我也得有个家呀。您不会是嫌弃我吧？高原，姐怎么可能嫌弃你呢？太好了，金辉，我们一家人总算是可以团聚
总编，我已经考虑过了，我当了记者这么长时间，也该休息一下了。我现在准备到处走走看看，回来再换一个职业。哼，你怎么会厌倦当记者呢？啊，挺好的嘛。如果你要进修，我给你时间，深造深造，啊。你之前的目标，可是普利策奖啊。谢谢您对我的好意，只是呢，我现在的兴趣变了，我现在不想得什么普利策新闻奖了，我现在的目标呢是诺贝尔文学奖。嗯，开个玩笑啦，其实总编你不用担心，就算我走了呢，我们报社也不会缺人的，我觉得燕燕就不错嘛。他怎么啦？他行吗？行啊，你要是看不上他的话，那你就是看不上我了，毕竟他是我的助理呀。月月，你拿一下。总编好。总编，人呢我就交给你了。如果我回来的时候发现燕燕在报社被人欺负了，我可找你算账。哎呦，我的姑奶奶，我算是怕了你了。啊。燕燕，回头我给你几篇稿子，你好好写写，给我看看。谢谢总编，谢谢总编。说好不哭了吗？我没哭。没哭你干嘛呢？我就是没哭。啊，你没哭，你没哭。还要狡辩，你要哭大点声哭出来嘛。好啦，别哭啦。以后呢真的要认点真写稿子了。我走了以后也没人在你妈面前帮你做掩护了啊。沈曼姐，我以后一定好好工作，我再也不贪玩了。乖啊，胡兰。说，第一，以后别让我再到医院去了。
第二，我要你永远做我弟弟。再加一条，弟弟永远保护你。天天可以看见你，有你我们就能快乐无比。